第二场咱们拼学历。学历，我的天哪，拼他跟我拼学历不行。郭麒麟初中没有上完，初三没上完，我师父就让他辍学了。我师父给个理由说家里没有钱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什么理由？初中毕业证没有吧？初中没有上完，对不对？还跟我比学历了？还是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你不早告诉我，我哪知道你尊我这不是你对你什么学历？我什么学历？他赢了。怎么了？就这么霸气，就这么有尿性？哎，告诉他，他赢了。这还有意外收获，你看见没有？我没有文化，怎么了？我骄傲了吗？我自豪了吗？